我们跟他提出补人诉求的时候，说全台�湾只缺了3000名，而且还要花3年的时间才有办法补。可是你1年补1000人，你光遇到退休潮，你那个就等于扣掉一半了，然后再分到全台湾550个分队，其实根本就对基层来说是无感的。好，那所以我们认为，其实他的这个提出的这个诉求，其实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接下来就是104年1月27号，也就是这一次的新屋火灾事件。好，那我们又再一次来了，好，也就是上个月的27号，我们还是提出补人、要装备、全面检讨评比跟业务的问题。那消防署说什么呢？他把91那个时候他们承诺的又拿出来再讲了，说他们会补3年3000人，然后会改善。可是我想问他的是，91到现在都几个月过去了，你的承诺为什么还是一模一样？我们等不到人，可是我们已经等到有人先殉职了，这个是你们可以接受的吗？可以。讲基层拿命改革，基层拿命改革，讲的时候啊，副署长有承诺说他今天会给我们一个回复，啊，还不是承诺，是回复，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来，我们要来协询我们的署长嘛，啊，要看他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回复。好，啊，那我们今天的那个诉求还是一样，就是补人力，啊，要装备，然后全面检讨勤业务和评比制度，还有停止打压消防员，这4个诉求。那我们会希望今天哈，消防署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记者会就差不多要开始了。好，那我们再来喊口号哈，基层拿命改革，基层拿命改革，长官还敢卸责，长官还敢卸责，基层拿命改革，基层拿命改革，长官还敢卸责，长官还敢卸责。好，不好意思，我要先占用一些些时间，我想要请，哎呦。对不起，我想要请现场，对不起，现场的工作人员帮我把血手套发给，就是在记者会上的，就是民众跟消防员。请问你们都有拿到那个手套，已经戴上了吗？看一下，这前面还少2双。哦，这个手套对消防员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在工作的时候用的救护手套。好，那这个救护手套有的时候会染血嘛，很常会染血，它有的时候是民众的血啊，你肯定，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是自己受伤的血。好，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想要拿来象征消防工作本来就是一个常常会见血会染血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非常的危险。那政府如果要消防员啊，或者是需要我们的工作者去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把相关的安全和劳动的体制去保护好，可以让这些人在面对这些危险工作的时候是无后顾之忧的，或者是起码让他们不要那么容易的自己见血甚至是殉职受伤。好，所以今天我们戴上血手套，好，我们也是象征说这个我们做这么危险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么危险，我们需要政府去重视我们的安全。好，但是很悲惨的是，这个手套其实也是耗材，也就是他用了一次就要丢了。好，那所以我们认为说，消防员的生命哈，其实也被政府当成耗材一样。政府要我们去做这些危险的工作，可是当我们受伤了以后，甚至我们殉职了以后，政府又是怎么样回应我们的呢？我们可能拿到了一笔抚恤金，或者是说我们会。可是我们换到的不是对家属长久几十年的照顾，我们可能拿到的是病好了，可是接下来这些在因工受伤，好，可能是吸到浓烟得到肺癌的人，好，这个我们都遇过，或者是可能是被车因在工作途中被车撞然后神经学受伤的人，这些的队员，政府打算怎么去面对呢？还是说当我们因为这个政府卖命工作，卖命到我们没有生产力受伤了以后，你就要像耗材一样把我们丢掉呢？所以我们今天哦，是来这边要做一个很沉痛的控诉。好，那接下来我要请我们的协会理事长梁世伟，我想要请他说，为大家说一下
就是作为就是协会，就是针对我们刚刚说的种种的问题，我们在这两年来就是做了哪一些诉求的提出，好，然后还有我们今天为了哪为什么来到这边，还有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遇到政府怎么样的回应我们。好，现场媒体朋友，还有在座非常多的警察朋友，还有各地来声援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全台湾的消防员，我们今天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内政部前面开这样子的记者会。那消防员开始去揭露体制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回三年前的831游行。那831游行当时我们提出的诉求是消防员的人力不足、工时过长，还有专业分工不落实，导致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消防员他的训练时间、他的休息时间都被排挤，然后一个人可能要肩负两三个人的工作。那831游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高雄市政府对发起游行的消防员徐国尧进行了一连串的打压，直到了到了去年把他逼上了免职这条路，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协助他走体制内的申诉管道，我们希望帮助他来复职。接下来就是831游行之后接踵着马上接着来的就是406游行，我们的诉求其实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一直要求的就是要人力，要合理的工时，要装备，要专业分工。但是今天台湾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觉得可悲的社会，今天不发生一次死掉六名消防员的意外，不发生一次炸死几十人的高雄气爆，社会会忘记去检视自己的生活环境是不是真的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安全。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灾害里面去提醒政府消防员的人力不足，这些或许需要时间来改善，但是消防员的装备问题我们看到了这两三年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显著的进步。我现场我们也帮各位媒体朋友算得蛮清楚的，如果由我们中央统筹去编列预算给每一个全台湾现在在执勤的外勤消防员，让中央统一去购买好的装备、堪用的装备，总共要花15亿。但我们一个消防员的殉职，政府却可以非常轻松的在镜头前讲出我们会重优抚恤1900万。常常我们人刚死，这个1900万就先被爆出来。我今天要问问在座的消防员，你们哪一个稀罕领这1900万？谁？你们不要。如果说你政府对消防员的态度就是在我人死之后用一个1900万把我们的消防员风光大葬，看起来好像死得其所、英勇殉职，好多英雄的光环就披在我们的弟兄身上。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跟的同事永远没有办法再站在我们身边，没有一个消防员是为了领这1900万才来当消防员的。所以我们也希望社会的氛围能够转向，如果说我们每年都必须要承受这十几名消防人员的死亡，都必须要发出这1900万的殉职抚恤金，那我真的要在这边求求我们的政府，求求我们的国家，
你可不可以当作我一年就死了20个消防员？你把这笔要给消防员的抚恤金拿来给他们添购合适的装备，15亿而已。我想用我们消防人员的命，可能还不到200个。对政府来说，这笔钱不应该是这么的梦幻，不应该是这么的困难。我们也知道，消防，台湾的消防受限于地方自治，所以中央施力有限。但是这并不代表，并不代表你中央就完全没有责任、没有权责。法令是讲的，讲的没有错，消防事务是归中央，是归地方主管，消防的预算掌握在地方上。但是他并没有一个字写到你中央不能依注预算进来协助地方。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在消防署这边也好，在总统府那边也好，在凯达格兰大道也好，在哪里都一样，我们去中央得到的结果永远是地方的问题，我们到地方去抗议一样得到这个是中央不帮我们改善的答案。所以我们非常不满，我们今天会再回来，就是因为我们消防员的命不是让你们中央地方可以这样踢来踢去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我们要讨个公道，我们要你们给出具体的承诺，数字我们都帮你算出来了，你愿不愿意一年编这15亿？你愿不愿意当消防员每一个人有2套消防衣，每一个人有堪用的面罩，每一个人有可以进火场的救命器，还有协助我们救灾的热显像仪等等很多很多的专业仪器。我们今天就要来问政府到底愿不愿意承诺。我们认为这不是中央地方的问题，这是你们共同的责任，你们应该共同解决，而不是说谁解决就好。如果说有哪一条法令规定消防归地方自治管，中央就可以，中央就不可以砸钱进来，中央就不可以拿预算来补助，那麻烦你把法条翻出来告诉我们在哪里。地方制度法写的应该不是只有地方政府可以统筹消防事务吧？制度杀人，制度杀人，消防王子，消防王子，中央地方立即改革，立即改革，制度杀人，制度杀人，消防王子，消防王子，中央地方，中央地方，立即改革。刚刚李市长提到装备的问题，我有个要补充哈，就除了说要编列每年要编列固定的预算之外，我们本会也诉求说，消防署不是最爱制定法规吗？研究这些规范。其实我们认为，消防署就是应该要制定一个制度，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每年定期汰换检查装备好的这些制度。你要必须要建立这些制度，你才有办法去监督地，你监督各县市消防局怎么样，有没有去落实，有没有去确保每一个基层消防员的装备是否堪用。好，那接下来我要请我们的副理事长余中汉。余中汉咧，好，各位媒体朋友，以及现场所有来支援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次的复兴空难，我又看到一个讯息是说，有可能是由过劳的，然后由我们过劳的消防人员到现场去抢救。接下来送到一个过劳血汗的医院去做急救，最后是由过劳的记者们报道。那我想问，台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消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两年为什么会死掉19位弟兄？去年9月1号，我在凯道上面，我念了108位殉职同仁的名单，现在这个名单又增加了，而且增加的是一次带走2位我的最好的朋友，我最好的同学。我真的搞不懂
消防署为什么要用一个很漂亮的数字？明明是缺了15000人，你为什么要说我们只有缺3000人？用这个漂亮的数字跟外面的人讲，也欺骗我们的弟兄。这不仅仅是欺骗我们的弟兄，更是欺骗社会大众。你用一个3000人的数据，我说3年补完，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子吗？并不是。人力真的有补足吗？装备够吗？你制度有完善吗？如果都没有，那你凭什么叫消防队员进火场？我不知道这些后面这些长官们，你到底有没有进过火场？或是你的亲戚朋友有没有小孩子是在当基层消防队员？你能感受他们在火场中那种无助吗？人不够，装备不够，但是我们却要硬着头皮进去。如果是你的小孩，你忍心让他这样进火场吗？好，今天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这边了，我们向长官诉求了好多好多次，然后他们会说什么？他说我听到了，然后呢？听到，你有做到吗？一次桃园一次走了6位弟兄，那6间灵堂，我不知道你们走过去有什么感受，你们还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吗？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改变的话，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们一个有承诺，今天就给我们一个答复，不要再给我拖拖拉拉，说什么我们在研讨，我们再回去再研究。我们消防的弟兄没有办法再让你等下去了，我们不愿意再有任何弟兄牺牲。好，好，到这边就好，谢谢了。人力是消防员现在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哈。那消防署最常拿出来说，哦，这都是地方自治的问题，所以他们无能为力哈。那我们认为说，你第一个啊，这个不是中央真的无能为力的问题，因为其实如果说是91的话，你也自己松口说你可以补到3000人。那我们就会想问说，那为什么你可以补到3000人，但是你不可以补到更多呢？好，然后第二个是说，我们认为消防署应该要建立一个灾难现场的抢救人力配置标准，也就是说，我现场的救火的时候，我到底需要多少人力？啊，我是不是需要有安全官啊，去帮我去确保现场人到底什么时候进去，他的气瓶量多少？我是不是要有指挥官？我进去一条水线，我要有多少人啊？或者是我要有多少搜救手等等？你要建立了这个人力配置的标准，你才有办法去监督哈，啊，各县市的地方消防局到底有没有去落实救灾火场的安全的那些制度的完善。啊，所以我们在人力的部分，针对消防署，我们是提出第一个，你要提出具体补足人力的计划。第二个，你要建立灾害现场抢救人力的标准。好，那刚刚那个理事长也有提到装备的问题。好，那装备的问题，好，全台湾现在我们认为要补齐消防员的个人装备跟每个分队的热显像仪的话，我们至少要15.5亿。哦，那目前消防署只有提出1.2亿的经费的编列，甚至这个只是他提出计划，还不确定会不会执行，所以这个对一个非常危险啊，我们还甚至没有办法真的完全期待的一个承诺。所以我们认为，你第一个就是要提高这些编列的预算，第二个也是我刚刚说的，你必须要建立一个装备检查、定期装备检查、汰换补充的制度，确保基层消防员，啊，每个县市的，哦，都可以在每年可以去确保他的装备是属于堪用的状态。好，那第三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诉求，是针对我们的评比制度。那我想要请李宗吾，好，针对就是消防员，然后还有多少评比工作，就是让消防员没有办法好好救人的部分，帮大家做个解说。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还有在场的所有来支援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宗吾，自己是在桃园的消防员。针对刚刚讲到装备的部分，我再做一点补充了哈。去年在
9月1号我们在上凯达格兰大道之后，内政部他原本承诺我们说在明年编列6亿的预算，要让全台湾的消防队员都有一套消防衣。如果大家有去 follow 到这个讯息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件事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的长官他们根本在糊弄我们，他们根本是在拿我们的命开玩笑，拿我们人民的命在开玩笑。我们像消防队员本来就是应该救护救灾抢救灾害，我们的三大任务预防灾害抢救灾害紧急救护，但是我们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却远远少于我们在做业务的时间。我们要去做消防安全检查，大家觉得很简单，我去检查就好了，我回来要花更多的时间在那边key资料。我们要去做水源检查，水源检查是自来水公司的事，也不是我们消防队的事，我们去检查还要拍照，还要回来key资料，还要再做定位的系统，再打报表。我们去宣导的时候，去跟小孩子宣导，去跟大人宣导，回来我们还要打报表，甚至我们还要打新闻稿通知各位媒体记者朋友，请你们帮我们刊登这些新闻，这些都是消防署他要我们做的。我们的宣导，他是我们消防是拿人命在做抢救，难道我们真的宣导就够了吗？他事实上是应该落实于教育，怎么会让我们消防队去做宣导这种工作呢？我们每一个外勤的消防队员都花在这个时间上。我前几天为了一个训练的东西，训练我们训练完了可以休息了吧？不是，我们训练完了要将这边照片整理好，要将报告表打好，就是为了给我们消防署这些人看。他们跟我说他们在尽量简化了，地方跟我们说他们也在简化了，但是我们得到最正确的消息，这完完全全都是我们内政部消防署他们要求的。当他们去评比的时候，为什么各地方政府、各地方消防局这么怕他们？因为他们摆着那个臭脸来看着你们说，你们英文有没有做？他不是来问你们说，你们做了多少训练，你们学了多少抢救的那些技巧？没有，他只问你，你的业务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感到愤怒，尤其是我们消防署什么不会，作为包工作，水源调查是自来水公司的事。液化石油气是经济部的事，甚至连八一气爆丙烯，它也是经济部在管的，现在还是变成消防在管的。我们消防啊，消防署的长官啊，真的是怎么都不会，好的东西没有，装备没有，能力没有，但是什么猫卡鬼啊，世界第一名啊，只会给你越来越多的工作做，越来越多的事情做，然后在发生灾难的时候才归咎说，因为是你个人的训练不足，因为是你们地方不补充装备的问题。想想看，我们一些贫穷的县市，难道我们贫穷县市的消防员都是次等公民吗？都是次等消防员吗？我们没有地方没有预算买装备，这不是你们内政部、你们消防署该负责的吗？拜托，请不要再拿人民跟消防人民开玩笑，谢谢。我要介绍一个特别、很特别、很特别的人哈。这一次也永安分队是这一次损伤最惨重的一个分队。这一次新屋火灾就是一口气就让三个队员牺牲掉。那今天呢，就是他们分队的队员汤伯豪也有来到现场。好，那我们想请他就是针对我们今天的行动，就是为我们发言。各位新闻记者，这是我第一次上新闻，我这辈子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我的弟兄明天就要公祭，没关系，这个拿着，这个名单里面有三位是我每天朝夕相处的弟兄，两位是新进人员，只有两个多月的资历。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当我去上香的时候，我六位弟兄，我跟他讲，我今天我一定会站在这里。你们走了，剩下的事情我来替你们解决，大不了这份工作不要。你们可能不晓得消防有多黑暗，那没有关系。这六位殉职的弟兄有三位
哦，现在各位也再也见不到他们。哦，我们在医院急诊室的时候，我看着家属的表情，我都在想哪一天会是我。今天我能够站在这边，生日也不用快乐了，也不用快乐，因为六位弟兄替我们殉职，让我有机会活在这。这些殉职的弟兄里面，我们几乎都见过。有的最在乎的是什么？能够回家。有的最在乎是什么？时间到可以放假。有的在乎是什么？可以训练。各位，你想想看，他们的诉求只是回归正常而已。其实我们消防队员，我们要的很简单，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工作回归到我们的本业。有些东西是钱可以解决的，我个人认为都是小问题。可是有些东西是制度要解决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说到底，大家都是纳税的，你们都有缴税，我们也有缴税，我们公务人员有缴税，我们也是里面的一份子。但事实上，国家资源全民买单，很多不合理的业务、救护的滥用、不合理的公差勤务、趣味竞赛、啦啦队、舞龙舞狮、收受权、阿里不搭的，什么都有。消防队到底要做什么，你们才高兴？今天会有刁民，是因为我们长官养出来的，不是人民的问题，是我们制度的问题。我这六位殉职的弟兄有三位是我们每天朝夕相处的，他们很在乎他们自己的权益，可是今天没有办法站在这边跟各位的媒体记者讲，因为他们已经进火场殉职，换来大家的安全。哦，我希望大家发挥同理心，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很简单，我们只想回归正常。这样的要求很过分吗？会很过分吗？不会、哦、我希望不管是中央的长官或者地方的长官，哦，你们看到我们站在这边，希望是最后一次，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哦，谢谢。立春拿命改革，立春拿命改革，长官还在卸责，长官还在卸责，立春拿命改革，立春拿命改革，长官还在卸责，长官还在卸责，立春拿命改革，立春拿命改革，长官还在卸责，长官还在卸责。好好，明天呢，2月11号是这一次新屋火灾六位消防弟兄的公祭哈。那消防圈里面流传一句话叫做“今天公祭，明天忘记”。那我们之前遇到的也是这样子，就是每一次殉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总统啊来上香啊，署长啊也去上香啊，王金平院长等等各级长官都会去上香悼念啊慰问，然后说啊我听到了，我们会愿意改变。可是你们觉得有感觉到有改变吗？没有。这两年来殉职了19位弟兄，我们听了多少次了，可是我们都等不到改变哈。那我们真的很害怕明天攻击完就是这场改革可能就会又被政府又再一次的漠视。那下一次呢，我们要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不希望再一次是一场悲剧，或者是再一个家庭的破碎，所以我们今天才选择站在这边哈。我们要的像博豪说的很简单，只是希望可以回归正常。这些消防员也是希望放假回去可以好好的陪伴家人，就这样子而已。可是当我们选择站出来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什么？我们不只要面对我们的同仁可能会随之殉职，我们还要面对出来办游行的，甚至出来提告消防局提起诉讼的，甚至要要求消防局改变的消防员被打压，被3个月之内记了42支申诫，甚至现在已经被解雇了。那就是我们的高雄市队员许国尧，那他今天也有来到现场。那我们不愿意这条改革的路上面长官是这样子对待我们的，所以我想要请国尧为大家喊话一下。他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哈，就是在全台湾还没有人愿意敢站出来捍卫消防员权益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发起游行，哦，甚至游行完，甚至还不畏长官的打压跟恐吓，从市区分队被调到山林分队，他都不介意，还继续的提告消防局，希望争取有时间可以好好陪伴家人这样子的诉求而已。但是只是要争取这样的事情，却让他连工作都丢失了。好，那现在请徐国耀跟大家讲。大家好，各位媒体朋友，还有现场的那个各地的消防人员，还有我们看到那个消防的专职技师，大家都一起来到这边。我刚刚听到很多，刚刚还有包含永安分队的同仁这些他们的谈话，就感触很深。因为其实我在2001年我就已经提出这样的诉求，但是长官不晓得他在干什么。我们署长我去看了一下，他1999年就在消防署干署长，干到现在，我不晓得他做了些什么改革，人力从来没有补充过，装备也没有补充过，什么时候要补充？就是要吸氧的时阵，每次死人的时候，他还是躲在里面。外勤人员，各位媒体朋友，你们要知道，我们消防人员60秒之内就要出勤，夜间的时候90秒之内就要出勤，试问谁能做得到？我们现在请署长打电话给他，我们给他30分钟，他也没办法到现场，他到底在干什么吃的？我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消防署在干什么。消防署承办的业务、消防人员的装备、人力、工时，还有消防后面的这些专职技师人们，全部都出来抗议了。那你这个署可以废了吧？因为反正你管的没有一个人满意你的，为什么还要成立这个消防署？天怒人怨啊，这是人命啊，不是开玩笑的东西。结果你却都躲在后面，躲在这些警察的后面，当你的太平官。其中署长我买养者，谁不会当？反正我都不用做事啊，有事情警察帮我处理啊，这样子谁不会做？这种署长他到现在还是不出来，我来这里这么多次，最多也是有看到副署长一个比一个还老，头壳死空空。我们需要这种人继续带领我们吗？然后每次都要人家死掉之后，消防人员才有一点发言权，那是人命啊。各位，我们想一想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如果他今天干的是消防员，你安心吗？放他在这种工作上发个言就要被处分，搞不好今天站在这里回去都要被处分。那你今天你不出来说话，你不出来改善，回去你要面对你没有装备救灾，然后你要面对火场，然后你要面对这么多高危险的工作，你里外对你都是夹杀，消防人员需要搞到这么可怜吗？我们今天来这里这么多次了，长官啊，你有没有良心啊？拜托，你说掌管的业务没有一项处理的好的，你到底在干什么事？我真的看都没得到啊！集团拿命改革，集团拿命改革。我希望消防署这些长官真的可以用心好好的去面对这些家属，解决善后的问题，好好面对未来消防要走改革的路。谢谢大家。那个我要特别讲一下高雄市哈，这个是高雄市的解释徐国的前长官陈菊。那高雄市我们缺了1382人，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多提一个请求复职一人呢？就是人力这么不足的状况下，他却还不愿意补人。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陈局市长可以真正重视基层消防员的权益。那另外呢，我们也要协询我们消防署长地方政府打压基层消防员，署长不用负责吗？那地方中央其实你可以有一些你可以出面去制止，或者是你可以去监督地方县市政府去做一些改变啊。可是为什么
你好像一直神隐了一样。我们来从两年前就已经来找你了，你要求队员60秒、90秒的时间就必须要出勤，可是我们来到你这里两年了，你都还没有出来耶，有这么难走吗？好，那我们也今天也来到这边，也特别要协询我们的消防署长哈。那接下来呢，我要请一个就是消防设备师团体工会好的理事长为我们发言。他虽然不是基层消防员，可是他们也跟消防署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对他们不好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就是没有办法重视专业哈，让他们就是觉得政府杀人在放火这样的。那我想要请他们解说一下。8:02，6:02。各位媒体记者，各位基层消防人员，很沉痛的在这边跟大家共同参与这件事。我讲的政府杀人，为什么叫政府杀人？这一次新屋六个的事件，内政部要负最大的责任。内政部在行政院开会公开的场合，他宣称5楼以下不具危险性。这次新屋是几楼？重大火灾发生事故的是几层楼？5楼以下不具危险性，让基层人员松懈他们的防心。在预防方面呢，也限缩了专技人员的工作范围，他把5楼当什么？5楼以下有核电厂，5楼以下有高科技厂房，5楼以下有演艺厅，5楼以下有巨蛋。政府居然公然讲5楼以下不具危险性，这种政府漠视安全到这种地步，所以叫政府杀人。这边政府放火，20年前威尔康事件一次死了64人，内政部火速的成立消防署，成立专技制度。事情过了20年，他们忘记了，现在把专技制度要毁灭掉，这些火灾预防工作他们要交给一些没有尝试、没有知识、没有国家考试资格的人来做，漠视预防，预防重于一切。如果今天我们的预防工作做得彻底的话，我们这些弟兄不必冲火场啊，我们把火场的火灾降低到最低的程度，甚至于我们能够在第一次就能扑灭它。消防人员大家都很安全啊，但是内政部在做什么？内政部在图利某些人，为了图利某些人，漠视这些基层的安全。所以今天昨天我是9点多才听到说今天有这活动，其实我今天是非常忙，我刚才坐高铁到上来的，我在台南，但是我一定要来替这些基层的消防人员发出一点不平的声音，因为长官漠视他们。所以呢，希望各位媒体呢能够发挥你们的力量，帮忙这些基层人员，帮忙他们的装备能够齐全，他们的经费呢，其实对政府来讲是九牛一毛，但是政府是舍不得的，政府是拿人命开玩笑的。我把时间再交给别人，我讲简单讲到这里。谢谢。那接下来呢，就是我要请我们的理事长哈，就是来常受到消防署的评比，我们今天也想要来评比好各级长官。那我想要请就是拿着县市政府手举牌的人往前站，然后其他消防员的就站起来往后退。那布条还是维持，布条还是维持。那拿着县市政府的帮我往前站。然后第一排的帮我蹲下好吗？好，非常的庞大哈，因为我们准备了全台湾22县市的手举牌。好，这个是
从中央内政部消防署啊，然后一直到每个县市给我们的回应。好，因为我们之前在27号的时候，我们有发一个公文，哈，也就是针对本会的三大诉求：第一个补足人力，第二个补足装备，第三个是检讨营业务评比。这三点，我们希望各县市首长可以做一个承诺。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下各县市首长，大家表现得好吗？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县市首长是有真的愿意去补足人力的，哈，因为他们提出来的补实的那个人力的状况是完全离实际的缺额还差非常的大。那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你们可以看到新闻稿，好，我们上面已经算出来了，哦，全台湾应该要有28265个消防员，好，实际缺额12880人，尚缺15385位。好，然后我们的内政部的消防署署长叶吉堂说，他三年可以补足3000人。好，那我告诉大家，即便他的承诺是这么的微小，哈，三年3000人，他也跳票了，因为他今年的消防署的招生，这一期的招生，他只招了264人。所以他等一下出来的时候，我也会想要问他，你起码一年要补1000人的，那你今年警专为什么只招264人？你打算怎么样把剩下的你自己承诺的800多人补齐？好，那接下来我要请我们的理事长，就是介绍一下各县市政府，回应我们的状况。好，那我们在讲这个人力评比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人力重要。因为我们消防员救灾基本上就是我们是需要有人力才有办法去完成我们整个现场的救灾编组。那以现有的人力，台湾的消防员是以高工时来换取所谓的人力。如果说我们今天台湾的消防员他的工时要回归正常，比照国外的制度的话，那以现在台湾的消防员人力，我可能一天只能有三个人上班。所以台湾的消防员我们用高工时来补足了这个人力的缺，所以我们要求人力补足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消防员不要再过劳跟殉职这两条路选一条走。我们也不想要消防弟兄干到过劳死，但是我们同样不想看到他们因为人力的不足造成他们在火场中殉职，这两条路是我们都不愿意走的。所以我们这边我们依据的其实也只是消防署自己计算出来的法定员额，全台湾总员额数至少应该要有28265名。那这个人数只是能够让消防员勤医休医的人数。什么叫勤医休医？就是他做24小时然后放24小时，要补到大概这样子的人，我的消防员才有办法工时缩到一个月大概360，不然现在全台湾超过一半一个月做480个小时。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有没有办法一个月做480个小时？那我们可以看到各县市的员额缺其实都缺蛮多的，我从台北市开始。台北市我们的法定员额其实应该有3120人，那目前的实际员额1625人，其实没有那么多，真的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还缺1495人，那我们台北市今年要补134人。新北市法定员额3904人，实际员额2087人，还缺了1800多人，然后他们要五年补250人。桃园市法定员额2024人，实际员额1022，念到的那个县市的牌子帮我举报，还缺1002人哦。然后他们因为今年死了六个在桃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五年补666个人。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你有死人补的人就多。像大家记得88水灾那次非常严重，屏东那次就补了很多，所以更可以证明我们台湾的消防是用人命在换改革。那我们的台中林佳龙2551人的法定员额，实际只有1159人，还有缺1392人。他们承诺五年要补400人，
然后接下来念到的台南市、高雄市、新竹市、新竹县、彰化县、南投县、宜兰县，还有澎湖县，哦，以上这几个县市，它的缺额都超过了法定员额的一半，他们至少都还缺50%，但是他们不愿意实际做出一个具体的承诺，他们连几年要补几人，连说谎都不愿意。好，那我们看到嘉义市的涂醒哲涂市长，四年要补81人，哦，他们的缺额有221。云林县的李进勇县长，两年补66人，他们缺额有543人。然后金门县、台东县、苗栗县、基隆市，则是对我们本会这次的诉求完全不闻不问。寄公文发过去了，没回应。我们还特地传真到办公室，哎，一样，跟丢到海里一样哦，完全没有收到回应。我们是想问一下，就是他们的 email 地址还有传真电话是不是对的？哦，如果不对的话，可能要麻烦请他们跟我们这边做一下联系。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县市，几乎所有的县市它的缺额都超过50%。结果我们的中央持续不断的用所谓的编制员额跟预算员额缺来糊弄大家，他就是不肯告诉大家说，哎，实际其实应该要缺28,265人这么多。哦，各县市就是，哦，我现在我的编制员额假设说我有2000，好，那我现在预算员额有1800，所以我只缺200。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数学文字在混淆大家，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站出来去揭露这件事情哦，就是台湾的消防能力是远远不足的。哦，今天社会大众必须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是要过劳的消防员来救你，还是要一个有正常工时、有良好训练的消防员来救你？如果你的选择是，你希望有一个训练扎实的精英，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来营救你，那你就应该要支持，让我们消防员的员额补到可以降低他们的法定工时的程度，也就是到达法定员额的28,265名。好，我们希望今天就能够得到消防署可以得到内政部的承诺。我们希望你不要再只是又出来又告诉大家又3000人，我在这边帮你讲啦，不止3000人，所以你等一下出来不要再讲3000人了，实际缺多少你就讲多少，可以吗？好，那接下来呢，好，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现在在内政部前面嘛，我们也是主要要跟我们的消防署长喊话嘛。好，那我要特别讲出有几个县市哈，包含我们的花莲县的傅昆萁县长，还有我们的高雄市的陈菊市长，还有我们的嘉义县的张花冠县长，他们有特别在他的回函书上面说，哦，他们不是不想补人力，是中央没有办法配合。好，所以我们看到地方认为中央也有问题。好，所以我们等一下也想要问哈，我们的消防署长哈，叶吉堂署长哈，那你怎么去看待中央认为你，地方政府认为你中央阻止了他们补人力的速度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先做一个动作，我们现场把那个各县市政府的牌子先收起来，好，然后我们的人往后站，然后消防员帮我站往前站在中间。好，因为我们的副署长，应该是副署长还是我们的署长要出来接受我们的澄清哈，他应该是要回应我们27号，好，我们来上次澄清说他澄清的诉求哈，他可能今天会做一个回应。组长在哪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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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
我们每次来都只有见到副组长而已，我们今天希望可以组长可以出来面对基层的诉求。那你可以针对我们要补足人力跟装备的部分，就是有回应吗？大家好哈，我是消防署江继仁，我是副署长。各位的诉求，补足人力、充实装备，评比的检讨跟这个基层参与，我们都听到了。听到屁用啊！我们愿意跟所有的消防同仁坐下来沟通。刚刚还我同学！刚刚各位，你可以还我同学吗？还我同学！刚刚各位的说明跟数据哈，很多都是我认为是有错误的。错误什么？那什么是对的？我们愿意。人死是事实，好不好？我们愿意跟消防同仁到里面去做充分的沟通。承诺先，好不好？承诺先好不好？你赶快承诺嘛！是消防员的。我们来多久了？来多少次了？哪一个分队的？你要分队是不是？后面都是分队的。等一下，你干嘛去问他们嘛？我们可以看到哦，你看每一次，副长，我觉得这样子啊，你不要再质疑我们的代表性。我觉得你不要再质疑我们的代表性。坐下来好好的谈。你如果真的要谈的话，你要处理的话，你的承诺在哪里？你的承诺在哪里？愿不愿意支持上台台湾？真的，你不要一开口就开始来质疑我的代表性。我觉得消防署如果今天站出来，因为我们今天没有13000名的消防员站在这里，所以你就质疑我的代表性。那我要问你，各位的诉求，热线市消防局凭什么代表我们消防员？各位的诉求不只是员工促进会的诉求。事实上是从部长、署长到所有消防同仁一致的诉求，所以你们怎么做的？我们一年200多人吗？我们愿意跟各位同仁。你刚怎么说的？你一开始说他们的东西是错的，取得共识，是要协商什么？你都说你要演绎，演绎，演绎，演绎。你今天讲跟上次讲的一模一样啊。那你今天出来干什么？你有没有办法给我们立即的回复？消防同仁的话，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到里面，我们借的会议。你一开始就出来说他们讲的是错的，还要协商什么？大家就可以坐下来。我们哪边说错啊？副组长说我们的诉求哪边有错？来，对，哪里有错？你说。我们其实站着还蛮辛苦的，对，副组长，我们这些哪里有错？只是为什么你觉得3000人才是对的？我没有讲这个部分。好，没关系。那我刚刚听到了，我没有全程了解。我刚刚听到没有全程了解，什么东西啊？就说人家错。抗议书长讲，3年要补1000人票票，3年要补3000人跳票。事实上，今年我们就有计划，警专招生之外，还有特考班。那特考班准备补多少人？我们会有详细的资料，如果今天就要你详细的资料，不是吗？如果愿意的话，1月27号说2月10号具体承诺，你的承诺在哪里？各位的愿意的话，你就是要等这事件过去嘛。组长殉职了吗？组长有重要的公务。他每次都来都要。如果各位愿意，请副组长到底可以承诺什么？可以把数据。为什么现在不能讲？为什么要进去讲？为什么要进去讲？你让媒体公开啊！消防署、内政部、各县市消防局绝对有改革的诚意，绝对有改革行动在哪里？诚意用嘴巴讲就可以了啊！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改革？如果基层同仁愿意，我们希望说大家到底先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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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废话！消防队的弟兄，消防的弟兄，我就说这些问题一打脸，把您保持冷静，您保持冷静，您保持冷静。为什么？消防，我是消防队的副队长张奇伟，请各位兄弟保持冷静，保持冷静。不要了！
不要推。你们会死掉的人吗？啊，郑雅玲小姐，郑雅玲小姐，请保持冷静，请保持冷静。啊，各位弟兄，各位教皇弟兄，啊，不要第四点啊，出来，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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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警察同志不要动，警察同志我们，警察同志不要动，好，这样子，我们不要推。我们都在这里等。我跑组长，我跑组长，我跑组长，出来的消防员，出来的消防员，我跑组长，我跑组长，出来的消防员，出来的消防员，我跑组长，我跑组长，出来的消防员，出来的消防员，我跑组长，我跑组长。整顿一下，退一点啊！我们警察同志往后退一点啊！好，我们刚维持刚刚的那个牌面哈，前面那个布条拉出来。我叫大家面对面对前方面对消防署。我们把布条举着面对消防署哈。大家要看到哈，两年是十多条人命。他们也要说什么？你们的诉求是错的。什么叫做你们的诉求是错的？请问长官是对的吗？长官是错的，对不对？对。长官是现在的。消防员往前站，消防员往前站。内政部消防员往前站。从来没有认真面对过基层的声音，还有脸出来跟基层说你们的诉求错的，是荒谬，对不对？十九条人命，十九个家庭，消防署从来没有认真面对过。他抹好在这边，三个弟兄在他前面死掉。长官有看到吗？没有。高雄青报，徐国阳在高雄那边。中央消防署有介入吗？没有。装备有改善吗？没有。人力有补充吗？没有。消防署副署长还有脸来这边讲话？继续操作他的位置，继续漠视基本的
来一双解手套。不知道有没有人还没拿到解手套？我们等这些人很多，请下去。那个，请工作人员把解手套给发下去。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发这个解手套。这个解手套大家看到，其实是专业写的解手套。那这个消防员应该也不陌生。因为这个小手套其实就是他们每天跑救护的时候必须穿在戴在手套上的一个装备。那我说这个项目为什么？当这个社会体制出现了问题，当我们底层人民被压迫的无法喘息的时候，我们唱这首歌来凝聚大家，也唱这首歌来让政府知道说我们是有决心的。我们今天不是跟他玩两下，在媒体前面做做戏就算了，我们今天是跟他拼到底的。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明天的胜利。什么是胜利？胜利就是基层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基层的要求能够被落实，这是我们要的胜利。我们要的是弱势者不是只是底层被压迫的，弱势者是可以起来争取他的权利的。所以现在邀请大家一起唱这首歌齁。好，一开始速度比较慢，我们现在完整唱一遍这样子。好，大家都有歌词吗？好。全国的消防员，勇敢地站出来，为了我们的权益，不怕任何牺牲。很安全，很安全，我的同志们，为了明天的胜利，誓死战斗到底。唱唱消防员们。
首歌哈，其实不是台湾原创的，这首歌是韩国的《光州之歌》。光州事件死了非常多的平民老百姓，要求的是什么？要求的是人民有被对，要有被对待更好的权利。而今天，台湾的老板、台湾的雇主，不只是国家，不只是私人企业，他们不只是在台湾剥削台湾的劳动者，他们同样也在剥削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所以，我们今天很特别的，我们请到有几位韩国的朋友，我们韩国 Hades 的工人，他们现在来抗议他们老板、大老板永丰余，他们小老板元泰科技。今天他来跟我们讲，好、哦、他们的处境。同时，他们讲完之后，我们邀请他们，他们用韩文来唱《光州之歌》，我们来唱消防员的歌，大家好不好？好。我们先请 Hades， 好、哦，我们有翻译的朋友。안녕하세요大家好你好저희는한국하이디스공장에서일하는노동자들입니다大家好我们是韩国하이디스在韩国하이디스工厂的员工너무나도억울하고분한마음에여기대만까지오게되었습니다我们带着非常冤非常冤枉然后非常愤怒的心情跨海来到台湾了대만영풍류그룹에서한국에있는하이디스노동자400명을해고하려고하고있습니다台湾的永丰余集团旗下的元泰科技现旗下元泰科技打算要解雇在韩国利川厂工厂的400名员工哦，那也是我们的同事。가족까지1500명이벼랑끝으로내몰려있습니다。那被解雇的并不只是员工哦，那依赖我们这些员工生存的家人，总共有1500多名的家庭，就是的成员也一样受到波及哦。2014년천억을벌었음에도불구하고일방적으로공장을폐업하려고하고있습니다2013년他们开始就是强制休假然后也就是大量的裁员的很多员工那现在竟然还要关闭在韩国利川的生产线哦여기계신분들께너무죄송하고미안합니다我今天在这里虽然我们是为了自己为了我们的权利而来然后但是今天这样子的场合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难过跟遗憾哦먼저불의의사고로돌아가신소방관여섯분들과그유가족들에게깊은애도를표합니다我们为了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在这边为逝去的生命的消防员的生命还有受难的家属们致敬跟哀悼여기계신분들과특히소방관분들께꼭하고싶은얘기가있습니다我们在这里特别想对台湾的消防员说几句话2년동안19명의안타까운분들의희생이있었다고얘기를들었습니다我听到了你们的故事在两年期间总共逝去了19名消防员的生命这件事情그럼다음차례는도대체누굽니까那我们都害我们身为劳动者我们都在害怕我们是不是下一个이죽음의행렬을이제는끊어야됩니다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恶循环这样子糟糕的状况必须要在这里终止哦이말도안되는노동조건을개선해야합니다
这种非常荒唐的劳动，希望政府或者是韩国政府都应该要做改善哦。저입고계신소방간부보면서정말가슴이아팠습니다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穿着消防衣的这些消防官员消防员们，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痛心哦。저옷을입고어떻게소중한생명들을구할수있는지의문이됩니다连我这样子在这里看到各位的装备的这样子的状况，我实在也很怀疑说我们要怎么安全的进入火场拯救里头的生命哦。세상에서가장중요하고소중한일을하는사람목숨을구하는일을하시는소방관들입니다那我们也认为，就是所有劳动者里头，就是消防员，是抢救人命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职业哦。모든정부의재정이가장중요하고가장많이집중돼되어하는부분입니다那针对这样子的重要性，那我们认为台湾的政府，不管是台湾政府或者是韩国政府，都应该要针对这样子的职业有应有的设备补充跟人力资源的补充哦。대폭적으로소방관들을뽑아서인간답게살수있게끔만들어야됩니다我们在为各位呼吁，为在场的消防员的权益呼吁说，台湾政府应该要大量补充人力，让我们的消防员可以活得跟原本就应该像人一样有尊严的活下去哦。여기계신분들이이제는떨쳐일어나야합니다那我们在这里集结，我们必须要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必须要团结起来。전국에있는소방관들이들고일어나야합니다。全国的消防员要一起团结起来。그래서정권을가지고자금을가지고환불우리민중들을대하는저스급빠진인간들을那我们团结起来去面对这些不孝的资本跟不负责任的政府，这样我们才会有力量去击倒他们。반드시노조를만들어야합니다。一定要成功的组成工会哦。그것이그전열아홉분얼마전에돌아가신여섯분들의최소한의보답을하는길입니다组成工会这件事情呢，是为这也是为这十九名牺牲的生命最基本、最基本、最小的一个应该要让我们完成的事情哦。이래서집회가아니라那我们并不是要寻求就是一时的胜利或成快哦。노조를만들기위한구체적인계획을가지고실천할때입니다非常有需要非常有计划性的去成立工会，每一步每一步的就是有计划的走下去哦。힘내십시오加油加油加油저희도힘내겠습니다我们也会加油加油구원하겠습니다我们声援你们끝까지투쟁했어抗战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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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摇谢谢谢谢好来我们接着一起来唱这首消防员战歌齁然后我们请韩国的 Harris 的劳动者
来用韩文光州之歌跟我们一起唱。有拿蜡烛的用另外一只手，然后板子先放下，没有关系，没关系，把手举高来。记得这首歌吼，我们待会我们一样，我们就蜡烛。现在如果还没有拿到蜡烛的，我们手上都尽量拿到蜡烛。蜡烛我知道很容易熄灭，真的要讲的话，可能就像消防员的生命一样吧。好，那我们的路没有太长，但是对于消防员来讲，他们从火场走到消防署，再从消防署，才从内政部走到凯道。现在凯道也没有用了，因为我们要走到官邸。这一段路不长，但是很多消防员死在这条路上。所以大家等一会儿，待会我们拿着蜡烛